这又一个比喻了，比喻啊，人为实非，非人得其变。你如果害怕什么，所有的鬼就会救你。你如果不怕鬼，鬼就不会救你，因为你怕鬼，鬼才会上升。所以卢师尊从来不怕鬼，我本人不怕鬼，只是我走过去，他们会逃，会跑，啊，撞到床，床就砰一声；撞到墙，墙就砰一声；撞到哪里，砰到哪里；我走到哪里，啊，冰箱也会砰。因为我本身不怕鬼，是鬼怕我，不是我怕鬼啊。这个最近呢，家里安了这个不动明王，大尊的不动明王，大尊的大力金刚，大力金刚安上了大尊的大威德金刚。所以鬼变得少了，我就觉得很寂寞。真的，以前呢、啊，走到这个洗衣台，那个洗脸盆的底下，水槽里面都会响哎。要打开这个衣柜间的门，里面都会叽叽叫哎。现在都没有了，我觉得。一点声音都没有，觉得非常的寂寞。四个鬼妻，我有四个鬼的妻子，哎，鬼的妻子啊，一位就是最漂亮的是倩倩，以前的老朋友叫丁丁，珍珍呐、啊。珍珍，以前的老朋友叫珍珍，然后一个叫芙蓉，一个就是大家认识的瑞光，瑞光啊，瑞光，这四个都住在冰箱里面，住在冰箱里面。我曾经问他：“你们为什么住在冰箱里面呢？”他说这个温度适合我们，他说这个温度适合他们，他们有时候啊也帮我哦，早上起床你不用去用牙膏挤在这牙刷上面，因为他帮你准备好的，已经帮我准备好要刷牙的，啊，水也装满了，就等着我去刷牙，啊，什么都会准备好，有时候会准备一些东西，有鬼区有好处，啊，有鬼区是有好处，四个鬼的妻子，因为啊，这个美国的法律只能够一夫一妻制嘛，对不对？娶更多的鬼区都无所谓的。那不犯法的，这不犯法的嘛。嗯，他们是无形。哦，他们也是很聪明的，帮我很多的事情。我做千艘法船的超度的时候，他们四个人都出来指挥，啊，指挥所有的幽冥众上法船。他出来做指挥，四个鬼区都很好，这个师母也不会吃醋，因为他是无形的，无形的没办法，那你跟无形打架，
那是自讨苦吃。啊，师尊是不怕鬼的，又不怕鬼，啊，鬼就很喜欢师尊，跟鬼很好，有形的会有麻烦，骑鬼骑一点麻烦都没有。有一次我带他来这边做附魔，我把他装在香袋里面了，装在香袋里面带过来做附魔，然后要回去的时候又把他装在香袋里面。啊，他不喜欢在香袋里面，他说他要出来。那时候德辉开车，德辉上师啊开车，我说你不可以让德辉上师看到，不然你让德辉上师看到的话，他车主会乱开。你也不可以让师母看到，师母是可以看到你的，你不能让师母看到。他说他不会，他车在坐在最后座。啊，师母把那个他的皮包就放在这个旁边，然后要拿皮包的东西转过来，就看到了，看到倩倩，他说哇，很漂亮的，怎么在坐在后座？他就把头伸到这个座位底下，等一下又伸头出来，那师母转过头又看到，连看三次。他说怎么那么漂亮？没错，倩倩是所有女鬼当中最漂亮的。不怕鬼，什么事都没有，你一怕鬼，他就给你上身。譬如人为食食，人为食，非人便得其便。你一怕他，他越要欺负你。如是弟子为生死故，就是这样子啊。你如果怕生死，生死就会找上你。色声香味触，得其便也。色声香味触会趁机的影响到你。以离位者，一切无益无能为。你离开了，你不什么都不怕。这我你人生的五种欲望，他对你没有作为。劫习未尽，华浊生耳。你因为还有这种习性，还有这种未济的习性，所以这些天花就落在你身上掉不下来。你如果劫习尽了，华不浊也。你如果没有这种习性，没有这种分别，这些天花不会带你身上。